来，里面的缸内刷一刷。冬天在家保养鱼缸。哦，我养鱼场足久无精力的。这缸黑土很想把它翻掉，我看天气也较好，有无？黑土翻掉好了。真久无来水主管啊！最近应该来水主管报道者。哎呦，恁遐要老的，啊，海水嘛足久无换的，很久没有换了。这一缸应该铁质过剩了。火烧了嘞！火烧了，是雨刷，水中雨刷，来水中雨刷。白龙学发明了手动水中雨刷，火烧了。养鱼飞片结束。